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三爷。Tibetan Simulator， 它翻译过来直接就是刷牙模拟器。你看这个人，他真的是在刷牙。这游戏的话，看起来应该蛮有趣的。好评11个人，这里你看。1,2,3,4,5 然后有个隐藏的，其实这不是模拟游戏，而他妈的是恐怖游戏，玩过都懂。那么我没玩过啊，进入游戏吧。这个就是游戏的界面，它还有分英文还有不知道什么文。开始 play 啊，就是超帅的我，而且是个光头啊。我的视角的话只能在他的眼睛范围内旋转，上面还有洗发露、洗发水、剃须刀，还有梳子、洗面奶。一个光头需要什么梳子啊？现在我是要刷牙吗？他这游戏好像只能按鼠标的左键，然后控制这个牙刷。他是不是在逗我？我不会一直在控制这个牙刷吧？哎，就没有其他互动吗？哦，我可以放大缩小。这眼睛真的是厉害了，你看可以这样旋转的。哦，你看在缩小，我就在这里一直看着他刷牙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互动啊？不是说这是个恐怖游戏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变燕子了？刚刚我按了 table， 哎，直接放着方形脸了，哎，好诡异哦。哎，就这样吗？我还能看到自己的牙齿？开玩笑。哎，又来了，你看，这什么？整个人都变形了。哎，还是能看到自己的牙齿。哎，我这个视角有点问题啊，按照。我还以为是用这个角色的眼睛去看四周啊，我这个是从哪里看的？鼻孔吗？这尼玛是什么鬼啊？手都变形了！哎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武装都吓我一跳！有谁在敲门？哦，这什么？这哎，我正在下坠耶！哎，我掉下去了吗？哎，刚刚那个他神，这游戏结束了吗？是这样，这个地方好像是个炼狱啊。等一下，按 A 是什么意思？哪里来的火啊？哎，哼，那牙刷上面喷火，你看，开玩笑，你看多带感。我还以为哪里来的火，他这音乐太大声了吧，吓我一跳，真的是。哎，我嘴巴里面插着只牙刷，哎，真的是，我嘴巴里面插着只牙刷，哦。牙刷地狱啊，这是，哎，这游戏好像感觉有 bug 一样，真的是。哦呦，牙膏啊，牙刷也就算了，还有牙膏，他喵的，出口在哪里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这牙刷还会飞。哎呀，别烧了，能不能告诉我出口在哪里啊？开玩笑，其实我是可以穿越这些墓碑的，不早说，刚刚好像有提示 ，peace table 图片，刚刚有个英文，叫我按 table 键对吧？啊、哦，他这个火焰一直跟着我，好烦。哎，我出界了，我都直接跳出界了，这游戏不是这么搞的吧？那么这里的话，我得重新开了，又要被下一次吗？好啦，又回到这边了，赶紧刷，我要赶快去到地狱那边。其实我自己按的，你看，我自己按 Q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已经被吓了一次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这样变形的话，等一下什么路都看不到。哎，能不能变回来啊？啊，我这次不会被吓得到了。我刷牙，然后大叫，有人敲我的门，是不是要把这牙膏给打掉啊？你看前面有个画像，前面那个不会是作者吧？这个作者什么脑洞啊？是不是平时经常刷牙刷很久？这游戏能出去吗？哎，我这次能跳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没按到。哎，刚刚有东西吓我一跳，刚刚有东西钻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吧，我要重新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刚刚好像被抓到了，还会说什么卡住了？到底是谁在敲门啊？厕所不是在房间里面吗？难道说房间里面还有其他人？哎，这是正常了，这次这个左边的血量会显示，你看。等一下我们要去那个人像那边，然后按 table。 Oh girls I best thank you，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老天啊，我要
刚刚那意思是老天爷要保佑我，对吧？要保存我，保佑我。老天啊！刚刚有什么东西跳出来了？我又被带到这个地方。What? Shit! 哎，这次的视角好像不一样了。哎，我就是一直刷牙，一直掉到这个炼狱，对吧？来，哎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怎么没效果？怎么没有带我回去啊？不是应该带我回去吗？哎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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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有牙刷在这边，所以说我就走不了？哎，你看这个东西，哼，它会出来吓你一跳。我又说什么东西吓我一跳？有人敲门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天神啊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保佑我回去，快点保佑我啊！还不送我回去？哼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在祈祷，他在祈祷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，不要被牙刷抓到情况下去到那里按 table。刚刚有个东西在那里爬。哎，又敲门了。敲你妹哦，天神啊，保佑我，保佑我。好吧，我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看就这游戏不会没完没了吧。你看这里有好几个正在爬的人。我直接可以跳。哦，等下，哎呦。哎，这游戏有 bug， 我刚刚按了一叫了，你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所以说如果我掉下去的话，我会一直的重复掉到这个炼狱里。你看，哈哈，还是另外一个关头。哎，这些墙边我是可以走的，你看。所以说我一直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刷牙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正在拉屎。拉到你看连屁股都看不到，只有半身的人马一样的样子。他这游戏怎么不出个拉屎呢？拉半天然后有人吓他，然后也是掉地狱。嗨，哎呀，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哦。来，我们欣赏一下厕所啊。你看这游戏 bug 还是挺多的嘛，里面是暗的，你自然就不会了吧。你看，哎，他连跳门动作没有，反正就站在门口。你看这里刷牙一点都不安全，外面有个半身人嘛，然后镜子里面有个怪物，他整个人是在镜子里面的，你看到没有，他脚在里面，能不能看到他脚呢？哎，可以啊，你看。哎，你能不能称职一点啊？你他喵的，你还穿鞋子。哎，在这边是看不到的。哎，哦，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。这个人马在这里拉屎，应该也是被吓到你。有个脚独端端的伸出来，怪物吓怪物。这个还是炼狱安全一点啊，起码没那么吓人啊。在厕所里面刷个牙真的是前后伏击。我们本期的这个游戏就玩到这里啊，挺有趣的一个傻屌类恐怖游戏啊。那么拜拜。好烦，一直在叫。